槟榔摊老板娘边包槟榔边开直播，下一秒风云变色。砰一声，轰然巨响，火光炸裂，老板娘吓得惊声尖叫，是炸弹爆炸吗？才刚拿起手机起身查看，想不到店门上方二度爆炸，瞬间强光四射，火花如雨下，老板娘吓到整个人跳起来狂喊救命，吓得躲进角落才敢查看外面，宛如世界末日般景象，让他们不可置信。很可怕，那个火花都溅出来啊，我也吓到，不然会怕啊。老板店员惊吓连连，赶紧报案火警，但消防到场却没见到火焰，怎么回事？恐怖爆炸就发生在新北树林中正路这家槟榔摊外，店门口散落被炸到烧焦从上方掉落的树枝，原来疑似又是尿泪在电杆上筑巢，加上21号下午阴雨潮湿，引发电杆连续爆炸。电杆上因为鸟筑巢，然后造成我们的馈线跳脱停电，台电在2分钟之内呢就已经恢复了1061户的用电，那剩下92户呢，我们是在大约2个小时之内陆陆续续恢复完成。所幸经过台电抢修，已经排除状况，只是再看一次这惊悚爆炸瞬间，民众吓到魂都飞了，还以为是打过来了。记者黄明君、陈启鹏、黄玉兰，新北市报道。